小心！小心！怎么了？一觉醒来，小心就不见了，只留下了这个。这不是道别的意思吗？那小鬼画画也挺好看。小心一定是跟他父母争吵，才离家出走的。嗯，那不就是跟我同病相怜吗？那我做应该跟他好好谈谈心。人家小新才八岁，你都多大了，早该自立了，好意思说什么呀？人家还是个宝宝好吗？哎呀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，我都饿了。从生理学角度来看他不是，不过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确实是个宝宝。饭呢？昨晚你俩睡得好吗？嗯，我一躺下就睡着了。嗯，我昨晚也梦到很可怕的事情。嗯，昨天深夜汤姆来找我。哎，你别乱说啊，我没去帐篷找过你啊，因为是你自己在那里大喊大叫的。哎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说是梦，有个很奇怪的东西啊，化成糖朵的样子，后面发现我不为美色所动，就化成稻草人袭击我。美色。哎呀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很吓人。根据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，你应该是对唐朵产生了某种幻想，所以想用噩梦来当借口。什么幻想？我跟唐朵是最纯洁的兄弟情好吗？再说了，弗洛伊德在解梦这块业务还不如咱们周公靠谱。谁跟你兄弟情啊？你袖子上怎么有血啊？你昨天摔倒的时候不是没出血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你衣领上怎么也是血？后背上也有血迹啊。我就说昨天晚上有脏东西进我帐篷吧。这会不会是天干物燥流鼻血流多了蹭在上面啊？如果真的流这么多的话，人早就休克了。而且你们看，这个手印明显不是大人的。啊？那幅画肯定是小新给我们留下的求救信号。血？你们看，他眼睛在流血。哦。推理一：杀人魔在牺牲杀人，每杀一个人，就会制作一个稻草人，故弄玄虚。久而久之，便有了这个传说。推理二：西山是虫洞的所在地。穿越？不错。简单来说，虫洞就是连接两个时空的隧道。这梗我好像听过。这是科学。我猜测，西山的某个地方一定有虫洞，动物和人经过那里就会被吸进去，前往另一个平行世界。那这些血怎么解释？身体承受不了时空的变化，在虫洞里化成了血水。推理三：稻草人就是杀人狂魔。绿野仙踪看过没有？这没有心的稻草人是最可爱的。雨静，这不是你昨天砸中他的石头吗？嗯。那现在作为他的心脏，他不会复活吧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救出小新。嗯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又有个稻草人。哎，这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稻草人。他怎么会在这？该不会是你说的那个异世界？平行世界。
等会儿，没有了吧？你们在转圈圈，你们在转圈圈。啊！我们不是在转圈圈，我们就是出不去了。哎呀！我又来吧！哎！钟世奇，那让李春来吧。你就死吧！呀！要干嘛？你们也尝尝。嗯，甜的。嗯，这是我种的野生雪浆果，自己做了些原汁，一瓶20。如果你们有需要，可以带一些回去。嗯，那这个稻草人，防止麻雀偷吃用的。我家小孩不听话，总是把稻草人弄走。小心！嗯，你们见过他？啊？为什么我们刚进山的时候，你说传说都是真的，为什么要骗我们？嗯，不想你们过夜破坏林子的环境。你们也看到了，现在露营的人那么多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满地都是露营木桩。那那些传说是你编的？嗯。稻草人活了！稻草人活了！小心！不准骗人！我没骗人。是不是你偷了稻草人，故意吓唬人家？不是。你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醒醒。这孩子现在满嘴谎话，天天不干个人事。大哥，现在小朋友还小，不懂事。哎呀，要不咱们民主一点，听听小新的想法。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想法？科学的来讲，一个8岁的孩子大脑已经发育成熟了，他有自己强烈的意识，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。嗯。小新，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那你继续跟姐姐昨天的游戏好不好？昨天是你特意去吓我们吗？是。小机灵鬼，搞得有模有样的。看来这次我的推理出现了一点点的偏差。该你问我们了。哥哥的摔伤好点了吧？昨天晚上我用雪浆果帮哥哥消了毒。对不起。昨天的梦和雪。哦，没事了。谢谢啊，小新，不用担心。小新，你为什么昨天会装稻草人吓唬我们啊？游戏快放！我就是想吓吓他们，好玩。没志气的玩意儿！小心！小心！你干什么？不要你们管！